有高蟹的话就不会亏本了。哎呀，两只、三只。 大家，我是阿星，然后现在这天刚亮吧，出来收割吧。哎，今天水流太急了，收完还有点难度啊。哇，看，看一下，这条龟没？ 估计天气太晴了，大潮，遇到大潮了，然后天气晴的又没货，太难了，现在应该脱了呗。 是海滩，一点风也没有，一条鱼也没见到，全是海滩，一条小虾，一点货都没有，还这么难受，哎呦，这边就是顺水的，顺着潮水的就容易多了。 大牛们，哦，又有高蟹了，可以哦。有高蟹的话就不会亏本了。哎呀，两只、三只，啊，可以哦，三个，来，可以啊，今晚有三个高蟹。 高蟹，有，一斤都几百块了。嗯，木偶鱼，其他鱼类就很少，冬天的就这样，外头的就很少有货。好了，还有最后一碗。 再来个一两只，还高蟹，那今天收获就算不错了。大潮啊，水流太急了。 就这碗还是有点货，我就这碗没看到高蟹，嗯，还有些大石头蟹。
然后这个网收完了，鱼类挺少的，就几条泥鳗，还有一点点剥皮鱼。我剥皮鱼都挺大的，这个一网抓了三只，啊，下边两只了，哦，然后现在这个膏蟹就特别值钱了，现在涨价涨得厉害，一天一个价，价格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其他货就没有，杂货太少了，这个可能有个一斤多，这个一斤的话，这就能值个200多块了。然后三个，这也是个头挺大的，啊，这个头也是挺大的，都是值钱货了。好了，那就展示到这里了，没啥话的，那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